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瑞。你好，我是孔香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正在酒店的游泳池里游泳，戏水。你就这样带着，你就还好当时啊，我就跟你说，你撒个野，跪着也要抱下去。我错了，太错了。一点都不明显，哎，这什么什么也没有，哎，一点都不明显，哎，不明显，哎，你要给我，大家看到现在孔阳已经在这儿看到了吗？快过来一下，美女，我这衣服。演戏呢，在这。哎，巧了，哎，回来啦！我要先走过去了吗？啊，你走了？你这就走了？哎呀，你有病吧？你是为什么找谁出去玩的？你是跟你爸妈出去玩的？你找哪个小女孩出去玩了？你走了，你啥时候回来了？啊？拜拜拜拜 I love you